阿信，發現報告已經出咗，話部數入機裏面嘅殘餘肉塊咧，證實分別屬於兩個人。兩個人，一個身份未明，一個證實 DNA 同自動波有99.9% 吻合。頂，沙皮真係對唔住自動波啊！重案已經叫咗沙皮，再翻嚟錄口供噶啦。沙皮嚟咯。 系啊，唔知佢啊。你个大妹都嚟埋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哋会再请雷生嚟翻嚟做调查嘅。如果我有时间，都会睇下你嘅需要有几需要噶。雷锦德，你咪人嚟噶？简直系人体人体攞得神。雷生，你去告呢位小姐普通袭击罪。阿常咩？你亲眼见到啦，呢个小姐掌握当事人噶。咪住咪住咪，唔好意思，阿妹，做乜嘢大妹？嘈交尾啊！Sir。 阿Sir，不论攞到啲破案线索，都俾你嘈到唔见得晒啦！你嚟得啱啦，刚才呢位小姐咧掌掴我当事人，阿德你唔够大力添啊！大妹，阿包 Sir， 你亲耳听到噶啦，佢自己认噶，总之而家我哋当事人咧，佢都系关心阿宝嘅啫，啲差人而家好忙嘅，我哋走。 你啊，睇实个妹啊，唔好再俾佢发癫啊 ！Yes sir， 你蠢啊！你唔系癫噶嘛？你当住咁多面喐阿沙皮，你又想死得惨过自动波啊？乜你都知道自动波死得好惨咩？我之前同过你讲过，我话自动波上咗沙皮架车之后就失咗踪啊！当时你又唔谂起沙皮有几咁残忍，系你害死自动波噶！ 包总，包总，留咗靓位俾你，嚟，系，靓位，靓位，好好拍，好好拍，好好拍，包总嚟，包总嗰日咪好拍咧？系咪好方便咧？无事献殷勤，有咩嘢讲啦？我哋想转发入 DIT， 谂都唔使谂啊！阿包总啊，你两都算无耻啊！以前阿詹比话我咩？仲好意思同我开声嘅？平时啲 case 唔埋身唔入肉。 你哋都已经横冲直撞噶啦，今晚你个妹啊，即系你老婆咧，俾人捉咗啊，个线人都死埋，你哋仲唔发晒癫？何况个波咧已经交俾重案噶啦，而家俾你哋翻嚟 DIT， 咪即系如果你哋越界，咪即系如果等我去咩？你谂下，我会唔会咁蠢啊？杀我！都预咗啊，喂，唔好拉住我。 喂，俾上司停职啦！到时连收工嘅机会都冇啊！咁收到风有咩用啫？我哋而家落监，孖鱼又冇，枪又冇，点查？咩能做啊？提议我哋放狗，包装咁啷礼，唉，我哋真系除咗办法，我真系乜都冇谂到啦！好，我哋就做一次衰仔，擦泥仔，为咗你个妹，我老婆。 嗌又好贵又好，都要包中佢应承为止。黐线嘅你，行啦契弟。Hello， 包生嚟接 baby 啊？系啊，佢 OK 未啊 ？OK 啦 ，Mary 叫 baby 出嚟啊！唔该晒你啊。咦，睇你想拣个新狗袋俾 baby 喎。系啊，佢用开个就嚟烂啦，买定个先啦。呢一款有冇咖啡色噶？咖啡色好似冇晒啦，要3日先有货，我帮你 check 下。哦，好啊，唔该。 警犬巴打今晚系黄金剧场时段播出。